请问师父，如果觉得自己八十田中的正能量比较少，可以双手合十放在印堂处念大悲咒和心经，请观世音菩萨增加自己八十田中的正能量吗？你只要好好这样，就接到了，就已经接到气场了呀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十个手指不是都冲着天的吗？怎么不接能量啊？你还要放在这里啊？干嘛啦？听得懂不啦？听得懂。你就放这样好了。你真的那是太阳能板。对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